那罗勒鱼那些萝卜长得好好哦。嗯，把那些多余的秧秧给它扯掉，留两个大的哦。要得。等那秧秧拿回去炒完。要得。洗洗最安逸了。是啊，好嫩嘛哈。毛萝，你也挑着两株来养嘛？那罗一天。那季节到了，那些菜长起好快嘛，一天一天一个样。然后大根连牛去把那个塞到窝里补一下。嗯，对。那猫儿也是个撵脚猫，一天到处跳。它跟那排骨学得好啊，一天。你住哪里，它住哪里。跟好人学好人。哦。跟猫儿学造神。把萝卜秧干了，去挖点红薯回来煮稀饭去。要得，等会看看挖还有没得呀？怕有了哦。哎，我才长得多啊，那个。把大根的拿过来。要得。这个腌制萝卜也长得好哈。嗯。那排骨硬是像那细碗一样。他做得好好的，得来守到你。嘿嘿嘿，得起个意。噻，我们哥哥好乖哈。哎呦哎呦哎呦。恶心哦，这样子硬是。就去挖红薯了。那样炒起切到一点儿，看还有没有做歪。在他口到。嘿。可以。看哈，哇，恁个大一个个的，对了，今天煮的红烧还是安逸，果蔬还多哎，随便挖两窝都煮一顿饭。是白的吗？红的那个？红的。哎，三个。早早就差不多，我们来吃红烧去吧。需要等牛来吃。是啊，起码你一个人在屋头有那。好，那够了，叫它长下子。小的时候炒红都是炒长大的，这个红都好安逸，还没长圆，长圆了还要大个些。啊，是的噻。那红烧起身的安逸的很。看不看？看喽，那萝卜要给它理得干干净净的。然后你不要。放在那喂鸡和鸭子嘛。你拿过来做稀饭。这个起码要起四五道哦。做稀饭莫放多了点，或者放点肉丝。把红烧开了头。红烧稀饭煮好了，舀起来。这儿红菜打起来都是凉的，好嫩呐、啊！就是看点儿边角。还是炒点肉来稀饭。今天中午红烧稀饭安逸得很，要得，要得哈。稀饭，我拿筷子稀饭看看，那个那个太窄乎的，也红不到。挖得了，恁个大个个的，小草草一下又飘到哪里去了？喊何梅喊大爷。晓得，没有关照的，到处看我们看到人了。再给他留点儿，那喊端过去嘛。嗯。看到门口了吗？赶紧把菜码了哈。来，来，我给你捏起。那你切出来的是哪样么？嗯。那是哪样？你晓得不？红布尖。红布尖啊？嗯。你还会说喂？嗯。萝卜缨子。爸爸也喜欢吃萝卜。嗯。要给他捏的。那萝卜缨子炒起来好吃。
那银子拿到城里去卖，至少要卖好多钱斤，起码是六七块。哎呀，吃饭吃饭，哎呀，你能够打个家务，吃饭。他又拿出来数了，再见。这，10块钱啊。啊，对的。吃饭没数钱。那点也是10块钱。嗯。啊，20块钱。20块钱才卖20斤。快说，这呀，锅头还用红不是吧？